停停停！怎么了吗？这是能停的地方吗？不是你让我们停的吗？下来下来，我让你们下来，滚下来！听到没有？别逼我动粗，因为以前可是在红星和东星两头混的，乌鸦见我都要叫声欧尼酱。开车开那么快，想撞死我啊？这路是你家的啊？那是你家的啊？我是这里的保安，保卫一方平安。滚下来，听到没？你给我钱干嘛？你以为给钱就能解决事情吗？看不起谁呢？我差你这点钱？滚下来，小赤佬，老子数到山。不是，小老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理解理解，我也有着急的时候，不过开太快确实不好，很危险的，这位兄弟。哥，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哥，我已经及时认清自己的错误了，我不应该在这里站岗，影响你开车。大哥大哥，我刚才说话有点冲了，对不住了我的好大哥，和气生财吗？和气生财。对了，老板，前面那个站岗的保安是我兄弟，你过去报我名字就可以了，我叫欧尼酱。前面水挡在路边啊，赶紧开走啊，挡到了。你怎么跟我老板说话的？给我滚下来，别逼我动粗，因为以前可是在红星和东星两头混的，乌鸦见我都要叫声欧尼酱。老板，我已经让那个小赤佬滚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老板，我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都是我在公司站岗，只要有我在这个时间段您随便开，领导来了都不好使，我让他去别的地方停车，这里我说的算，以后您就是我领导了。我去，舌头都舔麻了，不知道要怎么舔了，要不爸爸我给您背首诗吧，祝您一帆风顺，二龙戏珠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面玲珑，九转工程，十全十美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厉害了，一口气说那么多吉祥话，这不是我怕说的少了，配不上爸爸给我的钱吗？我还是喜欢一开始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这不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吃不饱饭吗？咱们做人不能为了尊严而不要钱，硬气也扛不住超能力啊！要不然我躺地上，你压我一下，不然这钱我收的不安心啊，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不用，爷爷，要不我给您磕一个吧，爷爷，不然这钱我拿着不踏实啊。祖宗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们没工作，还在上大学，顶多和舍友们在网上发发小动画。你们居然还是个 UP 主，小的现在就给你们所有视频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加关注。看到没有，物质决定意识，没有什么事钱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那就是钱不够，咱们走吧。感谢榜一大哥的打赏，有空再来家里泡茶。看完头个地干啥都顺利。